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同大家去旺角 B 出口行 Top 商场，有东尼电机、圣诞维恩动漫。一齐由地下嗰层开始行起，入到去见到一条柱已经写咗今次嘅换购品，只要喺限定时间内用电子货币消费就可以换礼品。首先，如果你消费咗200蚊以上，就有圣诞维恩锁匙扣；消费600蚊就有圣诞老人环保袋。如果你消费1000蚊，仲有维恩雪人 LED 灯座。仲有呢个超珍贵，消费1500蚊就有怀孕雪人盲盒。由于咁珍贵，所以影俾大家睇下个盒，全部都全新设计，劲靓。如果你想要，俾钱都买唔到，要快啲去换。除咗喺商场入边消费嘅礼物，如果你喺入边打卡压例，都会有呢啲免费礼物，有大贴纸，仲有圣诞卡送添。睇完礼物，我哋睇下商场入边嘅布置，有佢哋好多唔同嘅怀孕动物。在圣诞树雪鹿上面奔驰住，就算走到出去头壳顶都仲有他们。大家一起数下有多少款不同的怀孕动物啦。看完正门，在入面每一层的玻璃上面都还有其他款的怀孕动物，真的超多啊！等我影晒给大家看看啦。除了玻璃的布置，还有立体公仔，就在这里有圣诞绿车、怀孕鹿，仲有佢两个小朋友，唔知道会唔会可以买翻屋企咧？超大只！而隔篱仲有呢个摊档，东尼招亲报名处。如果你是单身嘅女士，记得去报名，东尼绝对系笋盘。除咗呢个摊档之外，上一层仲有一个，我系重色轻友噶，怀孕夜缤纷。响应政府 ，BB 依期大晒，喺前面打卡压力绝对攞满分。依隔篱连住旺中嘅商场，仲有色心嘅布置。再行上多一层，仲有一个特色影相机，价钱喺左边，影得多平得多。嚟到记得要影翻张相留念。我哋再行上多一层，有一个特别嘅展品，伸个头入去睇一睇超声波，系千生咗龙凤胎啊！咁就有40000蚊。而隔篱仲有一啲纸俾你可以投票，写低你想东尼电机嚟紧会出啲咩动物。东尼电机真系睇噶，记得写低你嘅意见。再行上一层就有东尼电机的展览，有一个彩虹 T， 发镜等你冇头发都变有头发，红信管等你自己同自己接吻，养家衫去到唔同嘅地方都可以开档自己养自己，仲有托也哥俾人托一托舒筋活络。事业线颈链等你事业起飞，老毛仲有下边夏日摸摸茶，隔篱仲有块板写明东尼发明品嘅展览，写低佢嘅小宇宙，呢个就系佢嘅 IG logo 啦。呢个就系东尼电机嘅简介，写低佢嘅年龄、秘密、身高三维数字，绝对冇 P 图。而隔篱呢个就系买重广告。东尼电机全城招亲，只要成功招亲怀孕，仲可以得到20000蚊奖金。成功同东尼电机拍拖闪婚生仔，有20000蚊生呢个 BB 费，龙凤汤仲有奶粉一罐。以下仲有择偶条件，快啲联络东尼电机。睇完招亲广告，我哋上埋去天台，就嚟到见到呢一度，到达咗英国。仲有好多唔同一对对嘅 BB 动物，大家数下有几多对？每一对都值得打卡、压 like、影相、合照，但千祈唔好偷翻屋企。
咁每一款咧，东尼电机都有出到呢个盲盒噶啦。如果大家中意咧，就可以去东尼电机嘅网站嗰度买。嚟到呢度，我哋再经过圣诞树，再嚟一个 U turn， 睇翻转头。就有咁多动物，前面仲有啲特色嘢，我哋一起行上去望一望。呢度仲匿埋咗对 ET 外星人 BB， 再前面仲有雪人 BB 添，但喺个位置就睇唔到雪人妈妈嘅样子，所以我同大家一起望下雪人妈妈嘅真面目。如果你想看雪人妈妈的样子，可以隔离条桥再过去对面街就拍到雪人妈妈的真面目。好了，今条片来到这里，大家记得去 Top 商场找东尼电机，我们下条片再见， Goodbye。